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。今天继续我们的汪达与巨象啊，我们上一集呢打倒了两只巨象，今天这一集可以打倒几只呢？啊，这难讲啊。总而言之呢，这游戏依照的一贯手法依旧如此啊啊，他叫我往那个地方走 ，OK？ 来阿古罗，我们走，没有意外是要越过这个峡谷，我们才有办法到这个里面啊。这一次巨象呢？上一集那个多尔明是讲什么啊？他的提示是什么？有点忘了，算不管了。总而言之，应该是在这附近吧？啊，没有光的情况之下，我什么都察觉不了。啊，这把剑还是要依赖光源才有办法继续指引我们方向啊。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光源，好啵？哎，这是什么 ？Yeah！快点！我那个偷台钱，我把那个蜥蜴踩死了，你们看到没有？我的马居然把蜥蜴踩死了，动保团体嘞！啊，对哈，那个马也是动物哈，算了。哦，到了。哦。嘟嘟。哎，我觉得一定藏在这个土里。我觉得啦。啊，从那边跳下去会不会怎样？应该是不会怎样吧。这个马可以跳过去吗？阿古罗，相信你自己，快点！阿古罗，跳！啊，算了，我不应该对他抱持着多大的奢求。算了，我放弃，从那边跳下去。呜、哦，哦哦哦哦，哎、欸，是不是？哎，算了，可恶！这里要怎么走才可以到上面？好，走这边。原来他的原路是走这边啦，我刚刚是越级打怪的概念。哦，直接这边爬其实也可以啦。嘿，嘿，嘿，啊，你是有困难呢。往上。啊。这个地方没有做让你爬上去的一个模组，所以他就会开始抽搐。抽搐不前。好啦，看到这么大的一个场景，不用想一下也知道是这一只的啦。是不是？绝对是这一只的好吗？来吧，我觉得我等下站在上面有没有？这个巨像就动了起来。哎，不对哦，这边好像可以进去。哦，怎么会这样？左边还是右边？等一下，这只，我现在是在巨像的身体里面吗？哪里个？这会不会是巨象的身体里啊？哇，一动也不动哎、欸！我觉得这是巨象的身体，八九不离十，我猜是。照一下，居然在这里！哎、欸，难道我猜错了？剑是指这里，是指这个地方哎、欸！哎、欸。啊，原来在那里啊！哇，跟我想的不一样。这是人家乌龟吗？这是乌龟吗？阿龟是你。Hello， 阿龟。阿龟表示，不对，这是马、啊。你的脚也太尖了吧？请问你这样怎么移动呢？哇，巨大马儿、哦，我看它落点了，在它脖子上，脖子的背上。怎么？我现在我的耳朵里面呢？不是我的耳朵里，我的脑袋里现在全部都是魔物猎人世界的 BGM 啊！不管怎样，我都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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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现在稍微认真的、努力的幻想13年前的我是怎么打倒他的。经过我掐指一算呢，老头的掐指一算，需要运用这个董康啊、哦，需要运用这个洞穴，然后从另外一边绕出来，跳到他的背上。我会了，我会了，啊、哦，果然我的记忆还保留着。来吧，决斗吧，来吧，好，我可以接下去了。这时候呢，从另外一边爬上去。应该就可以直接跳到他的背上，
我猜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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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哎，他不鸟我，哎，死吧 ！Look at me, senpai。我要怎么拿弓？啊，哦，我想起来了。Look at me, senpai。Look at me, senpai。我的 ，Look at me。Look at me， 哎哎哎哎哎，啊！这里没路。哦哦哦哦哦哦，哦呦呀，妖修哦，吓死我的毛啊！嗨，先拜，先拜这里啊，先拜，是你的小鸡鸡。学长，学长看这里，看着我，学长，有射到他了。学长，就是这里了，看见了没有？他的眼睛是不是泛红了？是不是生气了？学长，你不理我，就又要用你，我要气噗噗喽！学长来，让你进入真理之门、真理之洞。你有看过这个性感的真理括约肌吗？快点进来！奇怪，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啊？嗯，怎么办？完全跟我想的完全不同哎、欸。Look at me， 他会这样爬上来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。哦呦呀！哦，他上来了，上来了，上来了。这到底要怎么打？救我！哎呦，可不可以这样子慢慢跟他耗，然后把他射死啊？他虽然撩血撩很少，但是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啦。啊，我懂了。我应该要运用这个高处，啊，运用这个高处，然后跳他的屁股后面，等他转向，等他转向，应该是这样吧？还是说他这个？他这个手背可以上去啊？不行！哦，我已经看到，我已经看到，那里有没有一个小平台？跳上去吗？哎呀，想太多了！我要骑着马跳上去哦！这是我们之间阿古罗的合体，有了，准备要成功了！你在跳啥？他在哪里？这边的八七，这里啊，哦呦，哦呦呀，好险，好险！哎呦呀，哎呦哎，我知道了，别吵啊，我正在想办法、啊。哦呦呀，哎呦哎，哦，这个阵很强。这个阵很强啊！他现在知道我在里面了，完了，我要被压扁了，我要被压扁了，我要被压扁啦！想想办法绕背吗？可恶！再这样下去真的没办法、啊。他这样吧？哦，他还在戳，他还在戳。等他头蹲下，他应该没发现我。他还在戳啊！哦，就是现在，就是现在！你不要太早起来。我说，就是现在，我上来了。Oh yeah！ 哇，搞超辛苦了，你终于肯乖乖蹲下了，你这小王八蛋！啊，搞得我好累啊！这个有毛有岩石的怪物，可恶，爬上来了哈！啊，这嚣张啊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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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Calm down, calm down, calm down, calm down！ 啊！让我擦一下，让我擦一下，让我擦一下！呀！
哇，怎么感觉伤害那么少？拉最低！哎，伤害加好加好少哦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呀，越来越难杀了，我觉得。啊，没了！本来现在应该甩不下我。 我可以再在上面高枕无忧了。哦，我错了，还是要抓一下，不然会滚下来。哎，那个血这一次特别多哎，差了没伤害了，为什么？难道前面那一波？可是我那边没看到他的那个啊？还是说他其他地方有必须插的地方吗？ 别跟我讲说屁股哦！哇哇哇哇哇！他很生气耶！垃圾，我在这边很安全，不会有事的。可恶，这个插了没伤害啊，还是没有插对。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哎呀！ 要换下一个伤害是不是？下一个弱点在哪里啊？嗯，在哪里啊？已经不是这里了哎、欸！不是啊，重点谁会知道下一个弱点在哪？ 哇，我不想掉下去。我这一只那么难打，下一个弱点在哪啊？不要这边扭屁股了。我觉得除了这里之外，还有别的地方吗？不可能啊！会不会是脖子的另外一面？我猜啦。有这可能吗？不可能啊，这边都看着没有啊。 可能啊，啊，明明就在这里，我出现了，你的弱点，逼出你的弱点了，对吗？没有错啊，都是头部啊，那我还得等这么久？终于要赢了，费尽千辛万苦，要解决你的时候到了，没关系，再两下。 别让我的刀子等太久啊！再见。哦耶！我的天啊！这次的攻略法实在有点靠北，不过我过了，太棒了！得得得得，终于上来了，耶！ 啊！我又要被杠一次了，不要 ！No！大爆射！这边其实可以略过了，就是会有四个人看我，就这样子，好不好？我们只要看多恩明的提示就好了。他倒在地上，完全没有人想要在，完全没有人在乎，好不好？不会有人想知道的。 啊，好，你看那边四个人在看我，有没有？略过动画。嗯，现在连多米提示都没有了。好，没关系。啊，石像破碎的画面也没了。好，我以为它是一步一步来的，结果是全部都没了。没关系。我们接下来下一只巨像，啊，今天打两只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今天打两只好不好？你们说？哎呀，在上面真的很慢啊。 我们下去比较好，比较好跑。哎呀，跳了啦，怕什么？反正你也死不了啊！阿古，哎，给我过来！这个笨马，你要时间走楼梯哦，从上面跳下来不就好了？哎，我们阿古罗怎么不见了、欸？我们阿古罗到底在哪里啊？
那从上面跳下来不就好了？在那边哦，真的是哦。来，举我的剑，天地万物听我命令。嗯，这次感觉有点远，没关系，我们有阿古罗，黑马，传说中的黑马，来吧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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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。啊，照这种方式跟速度前进，轻松多了，轻松多了。我说真的，只不过不知道到哪里就是了，没关系，慢慢来。啊，光源越来越小了。我们快没光芒了，我靠，这么远啊！我们要到对面，对面过得去吗？这里过得去？啊，这个马儿会自动转向，不错，好马儿啊，会自己转，有没有？调教有方啊！我说真的，调教有方啊！啊，这边又可以稍微补一下血，虽然我觉得没什么意义就是了啦。啊，这膜拜是到底是干嘛？是记录点，是重生点，还是什么诸如此类的、啊？好，没关系，来，答案就会在前方告诉你。走吧。没错，就是这个地方了。希望这一只不要太难啊！刚刚那一只真的是绞尽我脑汁啊，我的脑汁都用完了、啊。这一只会不会让我脑子全部绞尽呢？啊，我们一起来期待吧！拜托不要太难，因为我已经忘记这个怎么过了。完了，这里没有光。哇，没有光的情况之下，要怎么知道巨象在哪里啊？难不成要游泳过去？来，我想办法。卖差。嗯，这里的话，前面可以过。好。这一个出口都没有，阿古罗一直在看我，你在看屁啊、喔？这里不能抓。我还以为可以抓嘞，太过分了吧？哎呀，这种情况该如何是好呢？这只角色到底能不能潜水啊？我觉得它在水上应该有更多功能啊！我看一下阿兔，哦，阿兔可以潜在水里的，早说嘛！哎呀，可恶！这个前面有新手教学吗？好像也没有的样子哈。那就不能怪我无知啦！我走这边就对啦、啊，哦，真的是。然后呢？哦，终于上来了。你会潜水，为什么你不说？你搞得我好累啊！你知道河马生气会变成什么样子吗？变成一只生气的河马，好不好？哦，终于过来这个地方了，来吧。这次又会是什么巨象呢？啊，让我们来看下去。呜、哦，进入动画了，感觉酷。哦，哇，会飞的巨象 ！Holy crap！ 哇，这只是阿根廷巨鹰啊，还是什么龙岩龙？是不是？还是什么灭尽龙啊？突然想要魔物猎人了，完蛋了！哇靠，这个是什么尖嘴？哎、欸，会不会到时候这个游戏跟魔物猎人合作啊？然后之后就出这一只，还不错吧？感觉蛮屌的。发配音一下。哇塞，这边一望无际，全部都是海洋，都是水。完了，我觉得我被困住了。前面好像有平台的样子。哇，
这样太慢了，这样快一点，按捺快多了，有没有比较快？有哎、欸，而且这样子我可以看到上面哎、欸，好作弊哦、喔。然后那只鸟儿，啊，尾巴好长哦、喔，长得真的超像熊火龙，还是苍火龙，还是雌火龙呢？啊，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。美丽圣洁弓箭，动了动了，完了，他扑向来了吗？呜！哦，我被撞下来了。Oh my god！ 哇哦，我上来了 ，Holy shit！ 啊啊！不要把我丢下去，我有巨高症。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这个风压。这个风药不行了、啊，这个风药不行，完了，我再一放开我就掉下去了。完了，他落你在哪里啊？这些这些，哇、哦！你的落你在哪里？说哦，是不是这里？我猜是这里。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我猜是这里，是这里吗？不是，好像是又好像不是，答案不是这里，会不会在尾巴后面？是吗？哦，还真的嘞，哈哈，死呢，哇，哦，去死吧！我操！我要消失了。最后一个在哪里？趁现在，哇，这个风压很强，我跑不过去，翻滚！抓住，抓住，他要起飞了，起飞了！哦，哦哟，感觉天旋地转啊！我不能跳，滚！哦，快跳下去！哇，这个有点难，这个有点难，没关系，慢慢来。我觉得我可以。另外一个在哪里？说哦。哦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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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等等等等等等！哦，看到了，在右边呐、啊。怎么这么远？快点快点快快快快 ！Oh my god！ 我 yes， 我上来了。乘着风，吹啊吹。我看到落点了，不要晃！完了完了，他这个角度不行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重点是另外一边要怎么上去？不要跟我讲这种跳的不可能的事情。啊！中奖了，中奖了，他准备要俯冲了。各位旅客您好，您搭乘的这个有去不回航空准备起飞了。我是不是跳错边了？嗯，我应该这里对不对 ？Oh my god！ 准备搭乘有去无回航空，耶、yeah, ！我又上来了，请系好你的安全带，以免你不小心又掉下去了。哎呀，最后一个多么难打、啊！等它平行的时候再起来。不行不行，我要等它平行飞行的时候，这实在太困难了。希望那时候我还有体力啊！哦哦哦哦哦哦！哦。这样子我根本没办法。啊！我恨你！来喽！为什么我没有跳起来？
哇！浪一点嘛！我成功啦！去死！今天我终于上来，可恶！滚掉！再见！居然没事！等一下，你的符文是不是变了 ？Oh my god！ 你不要跟我讲说符文另外一边，我要没体力了，我要掉下去了。奥里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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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奥里轩，另外一边会不会是另外一边？我看一下另外一边，不是，难道是尾巴？是随机的，是不是？哦哦，不是尾，不是尾巴，不是尾巴，那到底在哪里啊？啊！Oh my god！ 那就只剩左边的而已啊，不是右边就是左边，还有哪里头？他的头都穿盔甲，哪里有毛可以插啦？你不要跟我讲是在头啊！他最后一个符文在哪里？他的头我确定都没有地方可以插啦。我不管了，我要去左边了。我觉得一定在左边。我觉得一定在左边。好，趁现在，我就知道在左边。再见了 ，Bye。Oh yeah！ 那大成功！哦，我的天哪，这是第几只？第五只巨象！哇，这第五只巨象搞得我好累啊！完了，我要被刚了耶！要再被刚一次了。不要！哇，触手 play 串出来要找我了，来吧，我已经无所谓了，我在这里等你。哇，那个串的好笑。哇、哦！哎，啊，真不能调掉，抱歉。啊！总共你要死16次，整整16次。好，闭嘴！闭嘴！哇，现在越来越多人了。你看，这些都是我的粉丝，我的粉丝越来越多了。努力开直播是对的，有朝一日我也会变成超级大实况主。现在我有6个粉丝，哎，没有，我有5个粉丝追随我了。啊，你说你要不要订阅我？你要不要追我的频道？啊！你看，这就是订阅的下场，爆了啊！然后订阅了之后呢，我现在已经有5个追随者了，太好了，我有5个订阅了啊！我们离这个10万订阅又更向前一步了。其实这是一个要订阅的，你看是什么？这是一个 YouTube 养成计划的游戏啊！潜伏在地底下神殿的巨人，下一只第6只。好于破坏，但具有智慧啊，有智慧的巨人，好吧，我累了，这两只巨人搞得我头好痛哦，天啊！现在当今现代呢，要获得订阅数是这么困难的一件事情，还要跟他们玩一下，他们才会订阅你，哭哭哦，好吧。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先玩到这里啦，我累了啊。那个下一集再继续吧。如果喜欢我影片呢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小块，下方留我是老头。我们下一集汪达继续，再见了，拜拜。